蒙甲青山宫绕境，侯友宜担任佛教官，魂不附着青山王神庙前行，更盼好的国家从优良的传统文化开始。希望咱台湾这代选举选出一个可以领导者，予咱会当台海安定，因为咱的尊荣也是一个司法正义的化身。对一寡贪官污吏的，嘛爱秉持公正，让咱台湾一个清廉的政府。言下之意，就盼未来能真正扫除民进党执政八年连环爆出的高端鸡蛋、光电等贪污腐败。民进党的贪腐啊，要我打已经掉满地了，太多太多了啦！你根本装聋作哑，动作不听爱嘛，放纵嘛。我们投错了总统，贪污腐败；投错了立法委员，作威作福，吃香喝辣。蓝营打出绿营贪腐牌持续发酵，但赖清德却狂说侯友宜要重启服贸是走依赖中国的回头路，还夸口说台股超车港股，侯友宜获大炮轰。民进党现在不是还在走爱华的路吗？这对爱华的依赖度也没有减少啊，经济成长率创14年的新低，人家痛苦，你个你啊，你感觉真好。在党抨击，如果有服贸的话，台湾的经济会超车香港，超越很多。台湾其实已经荒废了服务业发展的黄金十年，赖清德竟然还有脸说嘴，实在无耻。出口订单数已经连14黑了耶，完全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的台股破裂的时候不要造成过大的损伤才对，怎么会反过来说你看这是我的政绩？当民进党高喊和平保台，人民只见绿营狂挑衅抗争，对服贸处处卡关，宣称经济史上最好，百姓反倒只看到贪污弊案连环爆。倒数关键时刻，未来将要过怎么样的日子，还得看选民如何展现智慧做出选择。记者谢永儒、李璇 SNG 小组台北报道。我是刘佳，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最新时事、国际脉动、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最接地气的新闻台，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哦。